实真侪校友出紧咧谈咧讲，嗯，啊，你即马校长就大家讲换新的校长，啊，你回到原点就对。但是我就感觉讲，我是较乐观啦。我乐观的理由就是讲，我的老师陈金木教授，伊伫强调讲，高一有甲今仔日是高一的校友拍拼，至少过去几档的努力，六十档伫陈家的掌控之下，所有资源伫掌控之下，迄、那个历史的事实完全是翻转过来啊！这是过去几档校友大家拍拼上大的努力。第二，虽然今个校情阁归还到这个陈家第三代的掌控之下，但是咱会当发觉讲，伊这个慢慢啊质变的对，问题是质变。所以回到原点有三项，一项就是讲，爱回到以前，杜聿明先生创校办学，但个陈先生甲社会现代，包括高雄市政府促成这个学校。行吧，这第一个，这叫做原点啦、啊。第二就是讲，原点就是讲，你观出来物件是社会的资源，不是你某一个巨势家族的资源的享受。啊，第三，这款的物件吼，就是你也回到讲，迄阵大家促成的物件，今仔不是讲牺牲你家己的原则去促成继续这个，咱咧重视这个鼠标，包括讲真侪行业咧想讲。啊！就即马就搁用着陈家将，我主要就是我伫人个屋檐下，我头搭袂起来，夹袂起来安尼。但是即款个就是讲着讲，你要忠诚，你个忠诚个对象如果是工业，你大家拢无话讲。但是迄是社会个福气，甲你家己个福气。但你忠诚个对象呢，是讲价值观的以上，就是讲办那个社会观。关出来的公益观，对不对？啊，搁大家拍拼的价值观，你若建立这款的观点，这才是正确的回到原点。啊，我希望讲大家，如果你做的，你会感觉你是咧促成什么款的物件发达，我相信大家拢是真巧的迄个好友，应该好好思考讲，今仔日回到原点没有错，但你回到原点是咱来回到。当初创校的理想、创校的价值，啊，创校的忠诚对象，迄是真正是未来高一发展的一个福气。对吼，我感觉回到过去创校的这個理想价值啊，哈。因为恁即摆咧对抗的吼，这会使讲恁对抗的是有钱有势的一个家族。这个人讲国民党都要倒去啊，结果这个家族还袂倒，咱足有钱呢，足有钱。所以咱大家民部的观众、听众、较读者来注意，就是讲，虽然喏，典型正义的脚步吼，永远袂停止。第二，执政者永远无可能符合咱做一个社会关怀者的理想。因为这是真现实、真实际，啊，搁看下层面情况。我讲简单，即较早咱台湾讲吼，啊，社会就是安尼，我爸食买，我母食母啊。哦，事实上，我看以前伫戒严时代迄阵，即个国防面甚至有办一本《台湾春秋》啊，遐底有捌去访问到一个替一某一个家属的迄个大佬，迄大佬叫桂新奇啊。伊就讲嘛，其实哦，阮对阮是台湾社会的大佬，但是阮关心也一点，啥物人做执政，我都怀疑啦。阮怀疑的目的，就是要让阮的家业更加兴盛。哦，所以即款呢，咱袂当忽略讲即个社会各种势力的迄个欠遐条的迄个利害关系。但是我相信台湾社会脚步是一直在头前进步。所以台湾社会进步嘛，是过去咱台湾所有父老兄弟姊妹乡亲特别会拍拼才今仔日。所以这个理想的坚持，甲价值的这个，伊心中迄个寸尺，大家抓好，咱才知影讲啊，这社会要怎行，咱才有法毋盲讲，咱的子孙是生存是教育，是活伫一个真正较理想的环境。所以就是讲，这个。
过去有人拆墙啦吼，做一款工作，靠即卖民主自由，啊，即卖转型正义不停止的对啦吼，因为在继续这条路，爱个继续行，吼，上一工吼。这个李登辉提制的自由大楼被各家挂登一个月墙上的，对吧？哦，像较早执政者在维权时代，党政军特拢伫个手底，甲今仔日社会开放了，伊一定是慢慢啊影响，伊影响咱党内转型嘛，伊进化。但是你要用掌控的方式来掌握所有资源，啊，要去分配所有资源来达到。你要目标，慢慢你会感觉讲，这是天方夜谭，是。所以这个就是讲，所以真侪人我特别搁强调咱的蔡江水，我这边面临提的，就是讲，其实真侪人对演艺艺术的这个，伊所作所为，尤其是这个足侪政治上的这个纷争内底吼，迄、那个角色、甲脚步会迄个拿捏啦吼。所以讲，我内底引用一个南美的迄个诺贝尔奖。艺术就是讲哦，底线分子的社会责任吼，唔是去符合执政者做伊文宣的工具啦。就是咱是提醒执政者讲，你要对人民应该的义务甲责任。所以咱的参与所有社会。脚步上爱想着这个基本观点，你家讲这个话，不是讲你想要得到，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进步，本来就两款力量安尼一直起哩。这个圣经的话，就是我刚才讲，平民先生啊，英英遗书啊，其实伊呢就是讲那圣经的圣经诗篇内底讲，就是讲哦，慈爱与诚实相遇，公义与平安相亲，诚实从地而生。公益从天而降，因爱这个，因认为爱这个土地，因自然就产生讲要出来呼吁，什么就是咱心灵的境界。所以包括台湾人的这个人民自救运动宣言，甲这二二八运动的这个，迄个叫做二二八的迄个公益和平运动，这个物件事实上。不管社会安怎进步，即敢若讲刘晓波先生伫中国，伊咧写迄个五五线，要讲讲宪章宣言，伊共款。伊要虽然讲伫落实法律、甲落实社会正义，进入即个体制下，我咧咧哦，社会派出所一人享受执政咧。你要提出即个物件，就是破除你心内迄个障碍啦，提供你的心理的魔障。啊，其实迄是足重要的一个脚步。所以我刚刚讲，其实就这点观点来讲吼，这个拆墙者来做这个，等于像讲这个英语艺术吼，来做这个因过去诶一生所作所为，我感觉是真贴切的一个形容词。